我这边也不行是不是？这边这边都啊，南京路呢？南京路可以吗？南京路那边不你随便那个角落那我们现在从这走到南京路去好吧，我们离开这个区域。好，谢谢啊。没事，这一条路啊，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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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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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走走上南京路上去吧。上来上南京路，我们走，我先不在这儿啊，我们上那边去，不回来了，谢谢啊，拜拜。这个大的没法抱。往这往这往边儿往边儿往边儿往，你行了，你别叫唤了，我操你哥的，真他妈服了你了，人家关你啊，你能不叫唤了你？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你们那能不叫唤了不？破狗，我跟你说啊哥，乐行人生，就你连狗都不如，你都不如我家狗，知道吗？你都不如我家狗拉的不死，你别叫唤了行不行？迷糊，要不他妈咱走了。好，我你能。不行，能不叫唤？啊？你老大都已经可走了，能不叫了？那谁呢？老大呢？那边的吧，那边的，那个呢？是谁呀？谁领导了？贝姐，贝姐领导了。你坐着，你坐着。哎，李导，等会儿来，你也领他过横道，你也领他过横道。对，过横道找个地方坐着，别动弹，先别动弹。哎，媳妇儿。你带小米，你带他过去，咱过横道别动他。你带他过横道，咱爸呢？咱爸干啥呢？啊！你操你哥，小明能不叫唤你？能不能不叫唤你？能不能你别惹事儿啊你啊啊！能不能？小心点啊！这上面是不让遛狗的，不要碰见这个。啊！他没事，他没事。你说你怕他咬人呗，是吧？也不是，我们这儿是规定不让遛狗，但是你们既然要走了，现在管理的时候，你们就尽量就是别去人群太多的地方。啊，这样去的话就抱着。我们寻思就在边上，我们拍点照片啥，因为我们也是外地的，来过来带着狗小狗来，对，抱着它，抱着它可以，抱着它。啊，谢谢啊，抱着可以。张瑞，拿手机来，拿手机，我抱着它。咱一伙的，他的衣服都白穿。兄弟，你能不叫唤了吗？你，我背着你，你他妈是我爹。是啊，挺有劲儿啊，姐夫，吃大力了，吃大力出来的。这回行了，这回老实了啊。嗯。哎呦，我这手吃大力出来的。这会儿来玩会儿，都带狗，我没地方放。小明有点搞笑。哎，我姐夫挺有劲了。时间不够，那就。十点了，哎，迷糊老爷带你他妈逛，我带你逛外滩去。哎呦我的妈呀！老大咋整啊？老大抱不动啊。老大在哪儿呢？老大实在是抱不动了。
你快拉倒吧，别扛了，把你别扛了，你这是到上海了，上海了，这行了吧，这个裂了。哎爸，他应该不能让上啊，老大让，没事，不用听他的，走。哎，这个啊，正好那啥，装枪口啊。之前是一只，往那边上，这边现在装枪口。老大老大牵着呢，让贝贝姐牵走了。贝贝姐不管，直接牵走了。先别管贝贝姐，先别管贝贝姐，先管我，管我。贝贝姐呢？贝贝姐呢？先管我。你先让贝贝姐上，分散。你一下子牵三条狗，人肯定盯着你啊，对不对？你一只一只就没人管你。是吧，他走了吧，掉头走了，看看看看看，掉头走了，看走了，嗯，掉头走了，走，掉头走，看这儿，走走走走走，不管，只要你抱着他，人也不管你，只要别你别叫唤了，明儿啊，我求求你了，真的，这么注意，到上海了，我刚回来没碰到，那挺可惜呀，挺可惜呀，挺可惜。我他妈给你卖了。瞅啥呀？你又是偷偷笑呢？他肯定乐呀。这一抱就乐了。然后不戴嘴套，因为没有嘴套，他也不需要戴嘴套，他根本不咬人，人就是怕是吓着人啥的。欢迎来到外滩滨江旅游观光，大家在自营游览的同时，请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将背包放在胸前，带小孩的家长请看管好您的孩子，避免走失，不要相信陌生人推荐的一日游或完了完了完了，阿 Sir 又来了，阿 Sir 又来了，请至十六铺游船码头，不要相信陌生人提供的免费拍照服务，如需帮助，随时联系身边的保安或执勤民警。抱不动太重了，这老大怎么抱呀？眼镜把它抬起来。老大怎么抱呀？那老大抱不动，抱也抱不动，老大。你抱前面，我抱后面，两个人一起抱，可以。两个人把他抬起来，好大。家长请看管好您的孩子，避免走失。不要相信陌生人推荐。不用回家吧，明花，行不行？观光项目，是从东北来的，是不是？这跟哈尔滨不一样啊，哈尔滨让狗进呢，这边不让狗进呢。比较大事都让狗带，都让带狗。啊，明花。老大背后背，南方跟北方不一样啊。欢迎来到外滩滨江旅游观光，大家在游览的同时，走吧走走吧，给他抱住吗？抱着，这他妈老熟了。抱住吗？抱住吗？80多斤。你能不能把他抬起来？啊，他是活物。他那边打给人扫对吗？但那边不管的，好像那边不管的。上次你们是不是在那边啊？那里不管的，哎，就是在金陵东路吧，他不管的。还是上就是上面去的地方。上次好。我在这拍的吧，在这拍吧。各位游客，欢迎来到外滩滨江旅游观光。大家在游览的同时，请看管好。不往里头走了啊，哥，不往里头走了。将背包放在胸前。快快快！带小孩的家长，请看管好您的孩子，避免走失。不要相信陌生人推荐的一日游或其他旅游观光项目，无需游览黄浦江，请什么什么呢？码头。啊。不要相信陌生人提供的免费拍照。跪下来，跪下来啊！有个推车把狗放里头，不现实，不现实，不现实。谁手机？我媳妇那个。我手机拿的有电吗？各位游客，欢迎来到。我非得把这词说出去，不行啊！上海不欢迎狗。游览的同时，请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将背包放在胸前，
不行，那不行，这负面宣传了，负面宣传。上海没啥意思。这个人就在这站着。你走这个方面的。能照着他吗？不能吧，不能照他吧？不能照他吧？啊啊啊！他是徐警的。啊。姐夫，人让你戴个墨镜装瞎子，你这手抱着迷糊，这手牵老大。他是导盲犬，导盲犬，导盲犬，他可以坐。对，你以前没见一部导盲犬，戴个墨镜真的这个人好聪明呀。带他唱哪家的导盲犬？他能站起来？他能站起来？关灯了吗？这是？啊？这是关灯了吗？关灯了，十点了吧？十点，正正好好十点。一秒都不差，关了十点钟对吧？一秒都不差，关了，真服了，关了十点钟就关了。他一秒都不差呀，兄弟们。那现在怎么？关灯了，你说让瞎叫唤，让你瞎叫唤。你要下来。走，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走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来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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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来吧。有什么自己都上来了？哎呦，大妹，大妹慢点。哎呦呦！姨，他可能听不懂，他可能听不懂上海话。能牵住吗？啊？啊，能牵住吗？你们看老五这个落寞的眼神，落寞的背影，一人一狗落寞的背影。落寞的背影，导盲犬合法。以后不来，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上海不行。上海不欢迎狗啊，啊，歧视狗，啊。不行，这上海人都歧视狗，不能摸，俺、啊、这不让摸，不让摸，不行，上海不行啊，不欢迎狗啊，啊，你又没有，你告诉我有狗证拿他这好使吗？对不对？我有狗证拿他这好使吗？我们那家狗证拿他这好使、啊？拿好使吗，李总？我们那家狗证拿好使吗？不是，他即使你有格证，有狗证的话，你有狗证才不让上啊，来桂林玩。就是我现在我，啊，你们轮流去，肯定管的肯定严，咱本身就有这么多人牵着，知道吧？啊，这么多人牵着呢，也迷糊拉了，差你迷糊，来快快捡捡快捡捡点纸呢，纸有纸吧？没拿纸啊？我纸，你别捡，别捡，兜里没有纸啊，姐。姐别擦别擦，这纸把吧，有纸吗？纸哎，姐。等会儿啊。纸姐姐都有纸吗？纸卫生纸，别踩着别踩着别踩着，来给我几张、啊、来贝贝姐，上海现在好多了，以前还歧视外地人呢。不是，我们都牵着贝贝姐，都说俺们以前来上次带小老四来的话一点事没有，关键狗太多了，知道吗？关键狗太多，有垃圾桶，那有垃圾桶里头。那个话筒里面。嗯，那边有个，那有垃圾桶。你牵着，让人你牵着他，那都没事没事。四十多的大米没有了吗？上海人就是那样。那贝贝姐就喜欢狗啊，人贝贝姐，我这到上海第一时间，贝贝姐给咱打电话。人贝贝姐，一号麦，大家给贝贝姐点关注，家吗啊？有点。啊。贝贝姐每次来上海，咱贝贝姐每次来上海，姐都对咱们就是行踪了如指掌。明白啊，咱贝姐点点关注，咱家最高级别粉丝团，老铁们啊，这是最高级别粉丝团，17级粉丝团，家人们，17级粉丝团啊，带个塑料袋，
没有练捡狗便便的垃圾袋吗？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跟你说，家们，就是因为狗带太多了。我带老四来的时候一点事没有，咱上次带老四来的时候也没人说啥，是不是？可好了，对不对？我把四个从这头抱到那头，外滩人太多，正常。贝姐，啊，一号麦呢？家们给点点关注，贝姐，贝姐，反正平时不发作品。哎呀，贝姐，你又刷礼物，啊，来了就给。贝贝姐一来就给发红包，一来就给发红包，进直播间就给刷礼物。不用管，我不要管。哎，姐，正好咱在这个，哎呀，这灯也关了。行，你摸可以摸，可没事，可以摸，可以摸，啊。哎，你摸什么呀？哎，真长脸，真长脸。哎呦，老大还抢不起来，我真的狗狗。那早上洗，这次狗太多了。啊，这次狗太多了。16，来晚了。怎么喝？这边。行，你手你、啊。没有灯了。我说。我手机它也摇不开灯啊。那个。我说。感谢姐啊，感谢元宝媳妇姐啊。能摸能摸能摸。能摸。有握手的。这小苗挺懂事儿呢，啊，还苗可懂事儿的。给他握手。啊，老大，我不抱你了，迷糊啊。回头，老大，这儿的，不是这边。这边呢，老大，这头呢。老大，这边来。老大来，握手。苗，你跟人握手去，你跟人那个握手，我不抱你，你去。你去吧，握手，来握手。啊，行。老大握手。啊。真听话，你这。老大，那只腿怎么红了？哪个腿红了？没事，那腿没事。司令。握手，再给贝贝姐点点关注啊，家人们。我真的不要管贝贝，不要，我一次刷礼物，你不要丢咱们给我，不要管。我真的不感谢我贝贝姐啊，感谢贝贝姐，感谢元宝媳妇姐啊。哎呀，我的妈呀，感谢姐啊，姐别送礼物了，姐啊。姐，别送礼物了，姐。哎呀，我们今天来晚了，这早点来好了哈。哎，我跟你讲，四点钟关班，你不相信吧？你说不会的，我说他今天开的早，你知道吗？平时呢，他是7点钟开的，今天是6点钟开的。6点钟开的呢，他10点钟一定要关灯的，他只开4个小时。我跟你说10点钟嘛，你说不会的。哎呀，我寻思晚上怎么的？今天不周末吗？我寻思今天怎么能晚一点呢？不是周末，他今天开的早。怎么今天没带老四来？我上哪带老四去啊？老四在家呢。我这个地方带老四来过一回了。咱们已经带老四来过一回了，家吧，这个地方啊，上海现在多少度？上海现在没多少度，也零上，得零上，是不是？上海多少度？我看一看。来早点来好了。我跟你讲，10点钟吧，你说不会的。你照相了吧？你录着了吗？没有啊。我录着了。你照相了吗？照了。啊？我给你照相了。啊，已经在那。是吗？我看看。7度2度。七度。明天9度一度，后天10度了。这以后就暖和了，哎、是吧？10度了。我看你照相，我看。你给咱爸照的。哎呦，亮灯的时候照的，啊？哎，我刚上来就关灯了。哎，这照还挺好呢。你看看我录的呗。我来这么多回了，像我这么来这么多回来，我都没照相啊。
我来这么多回来我都没照过相，那家伙净他妈净给狗大的照了。你快拉倒吧，你上次你跟老师你俩没抱过来啊？对，上次跟老师是俺俩照一个相，带一条狗就没事了。对呀、啊、带一个就好了，太多了你这是吗、啊、太吸引人了，你一个我就往上面跑，带没八点到二十二点，二十二点八点到夏天时间长是吧？夏天时间长，不是，他是这样的，他有时候呢是这怎么这么多警车呢？还没晃啊，他只会这晚上车真多，他不会这边他会窝啊，他会窝那个勺，他有没有可乐聪明啊？差不多啊，差不多。他有没有？我觉得可乐应该比他聪明。可乐好像不太会握手啊。可乐好像不太会。你坐下，明花，你让坐下，你让坐下。坐下，明花。哎，坐下，他也握手。坐下。坐下。啊，你怎么傻傻分不清楚呢？他是这样的，夏天呢，不是热场吗？啊。他是七点钟开灯。你说是吗？啊，夏天七点开灯、哎、啊，对。你冬天呢就六点开灯了。夏天的黑天晚。哎，现在呢六点钟就开灯了，那不知道十点吗？对。他这开四个小时，你说是吗？明天是不晚？明天。我不一样，也是一样的。也是这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夏天，要么过节，哎、要么你到过年，要么开晚一个小时。还是六点钟开的。其实现在属于旅游季了，现在都属于放假期间，来上海玩人应该挺老多的。他顶多延长一小时，他不会的。来上海玩人挺多的，是吧？明辉，你坐那儿。坐下。早点来，人少。往哪儿走？几号来深圳？不去深圳了，家们，不去深圳，就带狗蛋来上海，还没合上影，还没拍上照，气人。哎呀，气人呢，心里不甘呢，啊！主播你在啥地方呢？哎，这个是亚洲第一高吗？还是世界第一？不是世界第一高。第一高吗？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第一高，中国第一高吧？这是亚洲第一高。是吗？这个楼？是那个上海这个。搬那个楼是亚洲第一高。亚洲第一高，600多米吧。前几天那个新闻里面，这是600多米。哦，它是144层。没赶上好时候，迷糊，就你瞎叫唤。别抱迷糊了，不能抱。过来，迷糊，不能再抱，你起来，不能再抱。占便宜了。开瓶器，进设计。多高？哎，不能急，慢慢走，玩一玩，能玩玩一玩它一个月。哎呀，家里还有那么多狗蛋子呢，家人们啊！让你摸呢。咱家里还有那么多狗蛋子呢，咱给榜一姐点点关注，家人们啊！一号麦元宝媳妇儿啊，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姐姐送来这么多礼物，谢谢我元宝媳妇儿姐，广东的姐，我这回没上广东去。嗯。哦，你这个抱抱司令。广东那哎，广东那边老冷了，我感觉都没有上海暖和。哎，是哎是，姐上姐那个上次是什么那个那前两天冷不冷？这块前两天这块啊，下雪是不是下雪了？下雪了吧？没下雪啊？你上海就不冷，上海就不冷啊？没下雪不会冷，它下的雪也积不牢的。有人拍糖问你有没有糖，糖有。没下雪，上海不会下雪。上海不下雪，不下雪，它也是下雪的吧？顶多晚上下一宿，下就化了，没用的。唐的在最后一个链接呢，啊，家人们，唐的最后一个链接，咱上南京路去吧。啊？唐的最后一个链接，家人们啊，最后一个链接啊，这个最后给你讲解当中这个唐就是啊。贝贝姐真漂亮，不是玩不起来，没有的，贝贝姐每次来上海的时候都过来看咱家狗蛋子，知道吗？都过来看咱家狗蛋子。啊，又给发红包，又双直播间刷礼物，啊，善良漂亮的贝贝姐，咱家最高粉丝团，老铁们最高级别，啊，粉丝团17级。上海没有，从来没有什么大的雪都不下的，雪都不下了。可以过来找我吗？太远了，那个黑龙江，太远。也不远，坐飞机。哎，坐飞机我知道呀。
哪个喜欢来北京？走吧，咱南京路去吧，走吧。南京路啊，南京路去。过道就是吧。是不是？慢点，慢点，慢点。别卡了啊！慢点，慢点。走，咱爸呢？咱爸呢？哎，咱爸呢？是我先，咱爸上哪去了？在上面呢。啊。你到南京路就这条路呢，最难。前面修的最难，那就在这再待一天。刚刚还搁这儿呢，一转眼不见了。你晚上住哪里啊？啊，车里啊。这住车里啊？不住一个旅馆。对，爷爷，老爷这到哪儿了？在上海。住旅店吧。就一次住。不是，不住旅店，休息不好。没事，车里休息。现在少拍两张照片吧。现在人。少拍两张照片吧。现在人少拍两张照片什么意思啊？贝贝姐又来了，对啊，贝贝姐来了。那咱走啊，不等咱爸了。他肯定找不着咱们。他找不着咱们。你跟他说南京路，他都不知道是哪个是南京路。啊？是吗？元宝姐，元宝姐送礼物，感谢元宝姐啊，牛啊。哎呀，老爷非得想给你们照个相啊！啊，我看这个，我看这个。我在这照个相。哎，来，张瑞，拿手机来。结果他是个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混的嘛。拉布拉太新品种了。没人管了，现在人都没了，都下班了。也没人管了。被关了就下班了。你现在领他上去就可以上去了。没人，现在也没人。没人了，你现在上去了，没啥人了。阿 Sir 都走了。哎，都走了，下班了呀，灯也关了。阿 Sir 走了，也能拍照了，也没啥可拍的了。拍啥呀？我拍啥呀？过来来，过来，你们不过也有姜吧？对，坐，你坐那去，坐那去。拍个封面。来，牛啊，坐下。拍个封面。坐着，坐着，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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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好嘞。这里是上海，能看着吗？已经暗淡了的东方明珠，然后还有这边，这什么塔呀？好了，好了，随便。哎，媳妇，你手机呢？嗯、哎，人让你给电力公司打电话，让他开灯。给电力公司打电话也不要紧。哎呀，你过来，周姐啊，你手机呢？你手机呢？你带衣服来啊？你衣服。耶、yeah, ，走！这个叫停下了啥？走！走！回来了。咱爸回来了。谁呀？谁？谁？明儿，走。你这破玩意儿整的！不动啊！不动不动，还要拍，还要拍。不动不动。要拍照片挺好看的，让人看。嗯。啊。你先搁这干了。六。啊。是挺好看。是不是？好看。不动啊！不动，不动。啊。啊。一步。Yeah, I don't know.
没事，握手，那个握手，你给他握手，握手，握那个，握那个，不过不行，跟我握也行，我也会，我也会，我看他有点不太配合你，不行，我配合一下吧，啊，我大握手，一窝，一窝握手，握手，一窝。挨个亲，挨个亲。好了，好了，好了，你说你展这个才艺来，你坐好了，坐好了，干啥？我抱你了，老婆。你让贝贝姐抱你，你让贝贝姐抱你啊！你让贝贝姐抱我，让贝贝姐抱你。我来抱，我抱，来来来，我抱，来来来，给我来。别让抱，别让抱，我抱你。我抱，来，我抱，来抱，我来抱。来抱起来，哎呦哎呦，抱又抱啊！我来抱，哎呦，拎不起来，拎不起来哈，这迷糊也挺重的。我抱，我来抱，来来来，我来抱，哎呀，抱迷糊，哎抱，怎么抱啊？来，我来抱迷糊，来，哎呦，哎呦，能抱到吗？抱了，哎呦我，拍个照，我给你照相，我给你照相，拍照。迷糊，我抱迷糊，这行这行，这抱迷糊，好啊，抱迷糊啊，抱迷糊，一二三，站。礼物亲一个，亲一个，礼物礼物，礼物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礼物，亲一个，亲一个，礼物，礼物亲一个，礼物，礼物，礼物来，亲一个，哎，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猕猴蛋子，你说猕猴蛋这一道什么咬坏了吗？五条狗绳了。啊，嗯。咬坏五条狗绳了。怀里还挺乖的，哎，挺乖的，挺就是会叫，对，它出去，哎呀，它只要抱起来就乖了，抱起来它就要抱人。嗯，再有别的狗的话，它得生气，别的狗靠近的话，它就咬人家了，是吧？啊，吃醋，不足，就是狗仗人势，狗仗人势，嗯。哎，我这乖，怎么样？又来乖，狗仗人势的感觉。一走就跳，一走就跳，还是抱着乖。小牛蛋真会来事儿，你看小牛蛋都会找地方。啊，迷糊啊，啊，姐抱你呢。你看，你看我这下迷糊下来，下来，你下来下来下来迷糊，不能让抱了。把手松开，把手松开，迷糊。不坑啊，不坑。别下来迷糊，下来下来下来，走走了，走。不乐意啊。胖人抱抱，你抱抱，你抱抱来，姐你抱抱来，老妹儿，老妹儿抱一抱，抱一抱，你抱抱给100块钱。街头挑战，街头挑战了，啊？拍个照，来，你看，高点，来，这有人抱狗的。姐，你敢挑战抱抱小迷糊吗？抱我家的狗，你敢抱吗？它不咬人，它不咬人。姐，你敢抱吗？敢不敢抱？啊？它不咬人。它不咬人。十万。啊？抱不动它。抱一次给500块钱。抱一次给500块钱，这次可以尝试一下，是吗？抱一次给500块钱。他犹豫了。是我抱一下给你500块，还是我抱起来给你？你看看，这有条件，这讲条件了，给钱就抱，不给钱就不抱。啊！你看，迷糊，让人抱一抱，没不抱一抱，抱一抱。迷糊，你看啊，迷糊，让抱行不行？迷糊，迷糊，走了啊！迷糊，你生气一个，迷糊生，你再抱不得劲儿，他让我抱不得劲儿了，他那样抱不得劲儿了。这迷糊是挺沉的，迷糊，你看不着，人都不愿意抱你啊，得有条件，给钱人才能抱呢。迷糊，不给钱人家不抱。他不咬人，不要说钱啊！不要说钱，说钱不行，不行说钱吗？不能说钱吗？啊！让我抱一下，我给你迷糊500。以前养的。哥，没有。哎呦！你这么抱迷糊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你，我告诉你怎么抱。哎，美女，美女，你，我告诉你怎么抱。
你哎，阿姨你真厉害呀！还不远不动，还可以不他跑步，哇，这个跑都赶紧给我抱着，抱着抱着，抱不住的。中吗？美女，我告诉你，你让这个你让小迷糊骑在你脖子上，骑在你脖上，骑着骑着。骑在骑，骑在脖子上，你都没有，你都没有那个小乐爸爸，大闺女，你要是抱小明，你要抱他的话，你拍个视频，你肯定能至少能上100万热门以上，肯定。网红呀，他妈妈是网红。可乐咋样？可乐咋了？这就可乐主人呢、啊？这就可乐主人，家人们。他以为这是可乐了吧？不能吧？不，他认识可乐啊，认识可乐。可乐跟那个什么？咱家一直都有人关，一直都有关心可乐呢。啊可乐怎么看不见可乐了呢？那可乐现在咋样了？先放下来。都知道可乐坐轮椅。啊。现在可乐在哪里？在上海啊，不在上海，在上海。哪儿呢？拉拉，来，纸纸纸吧，有纸，把你签着，有纸吗？纸纸。妈妈。啊，行，我知道，我知道，我得剪掉，我给剪掉啊。哎呀。你现在人是现实啊，哎呀。咱也要不咱也搞这样直播吧，咱也搞这种直播，是不是？来这个地方，老铁们，来这个地方，然后呢，让那个路过的路人啥的抱咱家狗啊，抱的话给红包，抱给红包行吧，是吧？或者是跟狗做游戏给红包，啊？来了，可乐没有恢复好点吗？他现在没怎么恢复，你坐着啊，你们别到我看上面去，我上上面看去。哎，姐，这上次咱是不是就在这地方见面的？不是，在金陵东路。啊，上次金陵东路。上次金陵东路啊。啊，我怎么瞅这地方可像了呢？这地方。一样的呀，都是一样的呀。我，因为我瞅这地方像，我看去。没看见可乐，户外直播。哎呀。我今天没拍上视频，哎呀，我正常我今天来这地方带小明花，我把他们全带下来了，我这一路过关斩将，老铁们，那边有那啥的，那边有好几个就是好几波那个就是管那个道上那辅警，就是他们那什么说不让带狗，我说我那边走，我就不回来了，一路碰了好几个，知道吧？直到这个地方我都上来了，把狗都放这块了，家人们啊。我刚要准备拍视频，家人们，您猜怎么着？关灯了。我刚要准备拍视频就关灯了，啊？到哪儿了？外滩，家人们，到外滩了。我其实美国傻瓜是我的第五年。这家。关灯是不是也能拍呀？是没有警察了这会儿。没有的话，带小牛蛋子上来拍拍视频儿，啊？有，啊？你说这边不让狗上，不让狗上，我寻思我给他们整一个安排一个这个地方。哎呀，要上那边去啊？没有了，上来吧。有，你看，有一个。我估计上那边应该是没事儿，兄弟们，上那头，从那边上，从金陵东路那边上。啊？我问他这点还不行吗？啊？小玉什么？把苗扔哪儿去？你把苗扔水底下，这水多凉啊！这边这水多凉啊！不行，啊，关键没有放狗的地方哈，那不像老四自己。美猴是招商银行没有吗？
他不像是自己，老四来的时候他自己的话，咱们可以把老四啊。啊，你看家们，咱上次就是把老四放在这天上。啊、哦。其实这也挺好看，是不是？这也挺好看。上次把老四放在这点儿，有啥好看的呀？哎呀，没啥好看的，家人们。说实话，没啥好看的。但是狗蛋子不是没来过吗？狗蛋子不是没来过吗？家人们，知道吧？啊，我看不看无所谓，我就是有啥看的，家人们。啊，我都来过好几次了，再老四来一回，是不是？啊，我之前我跟我媳妇俩路过这会儿也来过一回。这回第三回，有啥可看的呀？就带狗带小迷糊蛋子来打个卡呗，对不对？老大、小石榴带他们仨来过来打个卡呗，没啥，啥看头啊？留个纪念呗。灯没亮。啊？他怎么十点钟就来了？好电影院。哎，拍一个。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从那边上，从那边上去，别墨迹了，拍吧，从那边上去吧。哎呀，你家门，你理解这种心情吗？你说走到哪人黏你那种心情，啥心情？咱就话说，家们，对不对？你走到哪儿，走到这，走那儿的，人撵你的时候，你啥心情？是不是？好心情都撵的，都一点心情都没有了，知道吗？都没心情拍了，整的。那老四上次来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我寻思这地方挺好呢，知道吧？往这边走啊！走，明白，走，往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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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过来，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北京更严重。行了，小迷糊，就你叫唤的，别叫了呗。哎呦我的！把你哥，我见了，把你妈，你我把你揣兜里头，我给你。闭嘴，能闭嘴，能闭嘴，啊？能不能闭嘴啊？能不能闭嘴？你别叫唤了，行不行？这么着瞅你呢？啊？这边是不允许的。啊？又是你呀、啊？那又是我。你可是快来，走。不拍了，不拍了，走吧。不拍了。能不能明白？你能不能不叫唤了？啊？都上南京路去吧，咱上南京路没事，走。哎，气人呐！人家说这地方是不允许遛狗的。小明能不能不叫唤啊？你能不能不叫唤啊，迷糊啊？他就跟他，跟老爷。你咋脾气这么大呢？啊！我下回出门是不是给你整个准他嘴套？牵着狗，牵着你，等于我牵着狗。我牵着，走。走吧，来了，我在你后面。牵狗绳也不让。哎呀，带狗的出来太难了，家人们，带狗的出来太难了。哎。我牵着的话，只能看着小迷糊。
咱就只能看看小迷糊了。啊，行了，别哼你了，我都牵你了，你还哼你啥？咱爸呢？他们呢？回来出来了吗？我都牵你了，你还哼你啥？啊？上这边。南京路。来，十块钱一个了，三五五，十块钱一个。好。来。完这地方，这地方有没事吧？上次在老师来过啊？啊？南京路上好八连，大老大多好。我跟你说，要是我带的话都得带着，我要带的话都得带，我还能把其他狗放家里头。我看这边行不行？明牛做好了，明牛做好不许做。做好了，坐下坐下坐下，明牛。这地方没事儿，在这儿照也可以，买个渴了，狗可能渴了，狗能不能吃冰淇淋啊？我给狗买个冰淇淋去啊。还有我媳妇呢？贝贝姐呢？贝贝姐走了？没有，上那买东西了。上哪买东西了？那边。买东西了？啊？姐，你买这玩意儿？你买的？啊？刚才多少钱啊？这个？哎呀！贝贝姐又给俺这姑娘买了个礼物，又买了个礼物。东方明珠。啊？哎。好贵了，好贵的，好可以关的。谢谢奶奶。啊？你不看了，还是可以关的。那我为什么进？人家都跟你说好，我都给你给他了，谁管？他每天都进来，你知道吗？那你下一次再说。他每天都进来，你知道吗？咱俩第一次打交道。什么东西啊？啥？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李登，啥玩意儿？他把那个摆摊的把东西给收了。法治社会，摆摊了。每天都在赶你，说你一次两次有没有用？啊，摆摊的，贝姐真好看。啊，你男媳妇，你男要不要把他的照片发给你看看？我只是看他也有点可怜。每天都在赶，有没有用？改呀，让奶奶。我现在把他东西给他，他立马半个小时就进。我给你买个冰淇淋去。如果他第一次的话，你就带他，因为也是我妈。他每天都在这儿。你怕真要吃？对呀。那晚上我先在这拍个视频啥的，喂狗多好啊。这是哄摆地摊的男的。对。狗狗也玩半天了，我给他们吃点，吃点冰淇淋啥的。那我就想买一个呗。你不用给他买。就他该哭了，哭就哭啊！那大冷天的，你这吃完了肚子疼了，你啥你也不管了，撂蹶你就走了，然后留一个烂摊子给我了。那你就给他们买呗。啊，我老四来这地方都吃了，我现在那老四来这地方吃了，那不是因为孩子不在吗？啊，那不吃了。那这个我就领着孩子，我俩往前走，你还非得当着孩子面引诱的。那你带孩子过去吧。Thank you.
去买去吧，你去买去吧。嗯，去买去。什么东西？什么？为什么？买吧，买吧，买吧。你带孩子，我先走过去。他还要签十六。这给我抱进去啊？我不抱。啊啊！哎，我这手机给我拨号进去啊！哎，你带你充电宝了吗？充电宝带了吗？这是没有。你有充电宝吗？李导没有。这白充电宝都在车上啊，都在车上。这媳妇儿不懂事儿，你懂事儿，行了吧？你懂事儿，我手机在你那儿呢。在我这儿吗？还我不懂事儿，你懂事儿，你那个啥呀？你过来帮我照顾孩子，你帮我伺候孩子，还我不懂事儿，真是的。有你啥事儿啊？愿意看就看会儿，不愿意看拉倒得了呗。狗不能吃冰淇淋。你困了，一会儿妈抱你行吗？瑶瑶在呢，要吃咋办？那能咋办？哄呗。没有办法耶。妈妈，你看他们也有。啊，他，你要不要买一个送给小姐姐、小妹妹啊？要。啊？要。一会儿的啊。迷糊迷糊想玩。媳妇儿怼人厉害，往上塞怼让人不舒服。不是，我也不想怼，对不对？啊，我知道，这你说我也不想怼别人，是不是？那你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老是那个啥，那老是说我怎么地，说我怎么地，那我也不愿意啊，对不对？妈妈，咱们还是买一个吧。啊？那这个不要卖，下一票抢走这剩一票啊。你这怎么卖的？十块钱。啊？十块钱。你就剩这一个了。啊，给拿走了。吓一跳，知道吗？吓一跳啊！你还有其他东西吗？就这个，就这一个了。不是还有，都是一样东西，卖的一样。啊，我说你还有的有的，还有的。东方明珠是吧？你再给我拿两个呗。妈妈还有。哎，小蕊，你兜里有没有20块钱？妈，你给他20块钱。抢吧，这新哥哥吓一跳，老师。啊，我给那个小姐姐、小妹妹烧一个。现在剩那两个就便宜点。不要，就妈妈。哎，给他吧，给他吧。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我给就行了。不要，别我给了，谢谢啊。哎呀，你怎么又给了？我给了呀。哎呀，我这是。不要不要，我给了。还有两个小朋友跟他可好了，我说给他烧两个礼物。还有吗？啊，两个就够。哎，又让你付了费。怎么样呢？到时候他不得。都是一样的，你关上灯就好了。我说给他仨都买一样的。一样的，你关上灯就好了。要他仨不是一样的。那个黑的。对对对。要他仨不是一样的。这不是一样的吗？我让他仨别整一样的。咋不怼别人不怼我咋的？也不是我心情不好，就是有的人他一整就说，哎呀，你家姑娘怎么地了？啊，要不说啊，这媳妇怎么地了？你又那个又不体谅老爷了，又怎么地了？那我肯定我得怼他，对不对？那谁都不容易，是不是？你就我跟你说，你就是所有人都让我体谅他，那谁体谅我呀？那我也那个啥呀，是不是？所以说我就会怼别人，不带老人孩子说话，三妈可不怼人。对呀，你就说我还得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的，三姐只照顾毛孩就行。啊？我让吧，让狗进。那咱往前走。走。他一会儿要在这拍视频，可能是。啊？他买了个东西去。他一会儿可能要在这拍视频，那三那个谁，哪个狗狗？你迷糊呗。迷糊呗，迷糊找他姥爷呢，迷糊。
59.9的大米上车，没在车上吗？没在车上吗？我看一眼啊。信号这么慢呢？在最后一个链接，老铁。在最后一个链接啊，家人们。对。一会儿别叫，明花。过来，老大，坐下。给狗，对，给狗直播那个拍视频，给他们买个那个啥拍视频。贝贝姐在这儿呢，他们找你呢，咱家人找你呢，说贝贝姐呢，可是贝贝姐在这儿呢。去啊，他去买那个冰淇淋。哪里买？这个公司啊？不是在前面，他要上这儿来拍个段子。哦。啊，冰淇淋我想吃。你不吃行吗？啊。你不吃行吗？我吃了，买了，去买了。别吓我。那不哭呢。贝贝姐姐来了正好，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就告诉贝贝姐了，然后贝贝姐打电话到哪儿了，然后呢我们一起吃的饭，然后吃完饭我们一起来的外滩，然后现在在这儿嘛。好高啊！好高呀！这是什么呀？咱们一会儿就吃一口行吗，周景阳？一会儿就吃一口行吗？啊？吃多了肚子疼啊？贝贝姐是上海人吗？对呀，阿拉上海人，是这么说的吗？啊，阿拉上海人，上海人，对呀，你可以吃，但是你肚子疼了不要找妈妈，知道吗？看见有个摇一样的姑娘，快拍吧，孩子都困了。哎，咱爸咱妈呢？咱爸和咱妈呢？刚才搁这儿呢。别把老头老太太丢了。哎，每次给咱妈打电话，咱妈都不接。可乐妈妈瘦了好多，是不是？我也跟她说，她瘦了。你哎，人都说你瘦了好多。真的呀？啊。你上次要瘦一嗯，是上次那个粉丝吗？对，上次那个粉丝。看冰淇淋肯定闹，你说吃多了拉裤兜，哎呀，那也不行。因为平常的时候吧，这些东西我在家都不给他吃，因为他一吃完，他就愿意说肚子疼。然后呢？妈打电话每次都不接。然后一肚子疼嘛，愿意爱闹我，本来脾胃就不好，所以说这些东西我在家我都不给他吃。他一看见那个糖啊、冰淇淋啊，他就可亲了。他，可乐是谁生的？可乐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小田园犬，在就是别人家。啥？啥？上前头溜达去了。你让他们往回来了？啊？你让他们回来了？一会儿回来。啊、嗯！你不用管，不用让他们回来，要不他们都不溜达。这个天津还是别视频。韩哥问你到哪天到沈阳？我也不知道哪天到沈阳，韩哥不知道那个 7D 啥安排呀？咱也说话不算数的，人家说啥时候那个啥，咱就得跟着。一会儿三爹回来，我问问。现在到哪儿了？和平饭店。到和平饭店了。上次也是到
其实也不是那个啥，主要是吧，主要是你这孩子吃完之后他肚子疼啊，这个那个的，然后吃完了又难受了，又生病了，又干啥，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儿，恐惧，懂吗？恐惧。找我们经常吃饭那家。哦，你们经常吃。对、哦。这问题得问司机拉哪去了？对呀，拉哪？啊？没有。往前走了。得走老远了。这不等着他吗？他要在这拍视频，你往前溜达去呗。那可，俺们都溜达那可了，寻思那啥，现在咱一直走呢。不走，你去溜达去吧，溜达去吧，就这个暗恋也不拐弯，就一条大直道。那你们一会儿往哪走啊？俺们一会儿也往那头走走呗。上次他们来第二天刚走，真是人不动。哎，他这里有卖那个雪花膏的，还挺香。我这里有卖那个雪花膏的，还挺香的呢。那种像是那种奶茶，哎，对，我一提雪糕之类的都在南京路最闹忙，最闹忙是什么？真是长这么大有病都躲了。对呀、啊，你就是他从小一直到这么大生病，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领他上医院，自己一个人那个啥，那发烧呀啥，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害怕，知道吧？老大真乖，你看老大春哥在那瞅。有人认识 Seven 不？哎呀，还是认识的不够多，我觉着啊。你就说吧，走到这儿这么老多人当中，只有贝贝姐一个人认识。来，现在到黄河路去。上一次我给我来姐。哇，人好多。不用。黄河路。对，就是因为。你能牵俩？哎，中！再来两包。听你直播说过住半月都是你自己。对呀，那发烧三天三宿，我一直都就我自己一个人，连个人都没有，就我自己领的在医院。闹忙就是热闹啊，热闹，但是现在也没有老四来的那时候热闹。我认识，但是下班回来才知道你们来上海了，是吧？你离这儿远不？离这儿远不远？然后我刚好在一会儿，人说了一会儿他们要是跑起来的话，都得趴地下，被他们拖着走。你信不信？我现在只要一走，他们就跟着我走。你试试，你已经牵住了啊！你再回来。你现在已经成主人了，你现在是翻身奴隶，当家做主了。只要我姐夫不搁这儿，他们就跟着我走啊，知道吧？嗯。一会儿就回来了。只要我姐夫一走，我就能继承他的直播间。哎，你看看一个视频，他那个要带狗出去遛弯，结果那狗往外一跑，一下把裤子给扯掉了，然后光屁股在那站呢，然后说快回来快回来，结果那狗使劲往那边一跑，唰家把主人也给带飞出去了，你看见了吗？有个小伙遛让狗拖的裤子都掉了，对，我说的就是那个，看到了，可对，裤子没了，然后结果那狗，然后他女友下来了，女友下来之后，然后那狗一下又把那个男生又给拽出去了，然后啪啊就趴那儿了。摸狗了，一次10元，一次10元了。你大点声喊。收费了。你说撸狗了，一块一次10元了。一会儿警察得把咱酒牵走。刚才不是说500块吗？啊，500块撸一撸，500块抱一抱。他说你给我五百，就我抱你，哎，你给我五百。对，撸狗10元一次了。没人了。这里人多，注意裤。人说这里人多，你注意一点你的裤子，别让给拽没了。看我裤子，系的裤带。有人来，有粉丝要过来找你们，谁来？可以撸狗，一次10元。直接撸，撸不？10块钱撸一次。5块钱也行，100块，每次都打几个字？100元了，每次来好像你就打几个字。这南京路有一个美啊！这个南京路有一个美。这个不是我认识你现在的。
有粉丝要过来找你吗？谁？哪个？哪个粉丝儿？好像 DYL 每次。DYL 每次那个。直播呀，对吧？你找啥的？找啥的？那人也在直播，不屌我。和平饭店，对，和平饭店，和平饭店。你爸没买冰淇淋。对，和平饭店，和平饭店。我要来找你们玩，来吧来吧来吧。没有卖冰淇淋，这个啊，这个最好。啊，天冷，人家不卖了，人家不卖了。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离我！来这儿来，媳妇儿来，过来，站这儿，把手牵过来，我先别。哦，很好。来，夹住了。哦，给他吃这个，这迷糊的，给他吃的，啊，一个人一个，一个人一个，快喊了算大哥，快快快，来，哎，让着他管，给他管，哪里？幸亏没买到。不是，应该不是没买到，应该是那个什么。咋不给瑶瑶买点吃的？哎，来过来吧，来，妈妈领着来。啊？没有卖的啦，这太冷了。啊，买过了，谢谢。穿红衣服的是谁？我弟妹。弟妹。我们逛那么走，你在这个突然之外，在这开。对，直接来和平饭店就行。关灯了，关灯了，咱吃点饭吧，行不行？给孩子买一个吃的，不买冰淇淋，不买冰淇淋，买冰淇淋不行。你看，明儿做好了，你拿点来。我这几个好像都没。姐，姐，你帮我拿点，姐，您帮我拿点，对，你在那边来。那等着。对。贴个底啊，贴个底啊。要喝啊？对，好嘞。我送来了。你送吧，送吧。弟弟现在在上海生活了，这个那个，那个三爸的弟弟。你那个手，你的直播那手机让张瑞拿。张瑞，你拿着。然后这个手机你拿着去吧，你给他。那我直接把取出来。好吧，来。妈妈，给我打开。你等一下行吗？等会儿让婶儿给打开，让婶儿给你打。我来打，给我吧。走了。有粉丝来找，说让等一会儿。有粉丝来找，说要等，说让等一会儿。好了，放好了啊。好。手握着。啊。开始。哎，别。缝好了啊。还要开老师怎么开？开老师怎么开呀？拍后面景儿，媳妇儿，这个要不要我拿着？对呀，你要拍这个还拍那个呀？从这角度往这边拍，媳妇儿，往这边拍，往这边拍。不看那个了，那个黑了吧唧的。我给你拍哪个地方，媳妇儿？就底下的，就底下的，你就这么就行，这样式的，这样就行，媳妇儿，就蹲着，看着吗？小迷糊。啊。我已经闻着了，不用藏我了，怎么也不是给我似的。坐好了，不行，他围着我不行。哎，咱这样的，我在这儿来。哎，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完了。再把孩子给丢了，个操蛋了。那咱爸呢？这边。咱爸溜达去了。来，串儿的，串儿给我来。来，这儿。妈妈，你。哎呀，啊。没太疼。哎，给我吧，拿来给我，让婶儿帮你拿。拍什么？走，坐下来，太热了，还是拍什么？哎呀，你拍吧，压压气。优雅老大。哪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
这个冰凉的。没事。吃啥呀？我都没有份儿呢。这给狗吃的，我都没有份儿呢。大口吃肉啊！快造就完了。造啊，老大。哎呀，那小子到现在一个都没给他吃。十来多少来？来，十来多少来？一会儿。拿着污水。造啊！把那石头递上。好，二撸，十来。应该从头薅。不会。从头。是啊，从头薅。串太大了。哎呀，十来。还一只手被困了，不用走不过来呀、啊！快来，快明儿过来！不删了啊！不用删，行，5分钟了吗？录呗！哎呀，这家伙！这个好，每一次红绿灯都有一批人过来。明儿没事。什么扎屁股？啊，不拔屁股吗？应该是不拔。给石头吃点，石头吃了，石头还搁那嚼呢。慢点，迷糊，来快。录的啥呀？迷糊吃的太快了，我的天。迷糊了一根没了。也没有个钱够，坐那就哈哈闹。停了。我没停。啊？没有。你吃呗，这不挺好的吗？我吃串了。啊。挺好的，不护人。是不是？挺好的吗？谁来？拉布拉多。哎呀。啊！你家这仨在一块儿也不可乐身体咋样了？就跟我抢了，明天你就看了，一切都明天就看着了。俺家狗都没我狗吃啊，他问着了啊，那个啥，这两天就能看上可乐啊。搂，快搂！啊？你想搂，直接那个搂搂完好。你也想吃啊？来，明天吃，一会儿。石头搁这站着看，明天带着回东北吗？对，带着回东北。诸葛可乐是什么？诸葛可乐。哎呀，南京路上吃大串儿太给力，咱认出来了哈，南京东路。哎，刚才说了。不行，再买点儿媳妇儿。可乐病了好几年，他不够吃啊。一年多了。好啊。一年多了啊，可不咋的。挺长时间没看上老四，再有个3-4天吧。旁边是和平，对，左边就是和平饭店啊。这就是和平饭店，这儿呢，和平饭店搁这儿。我们出来得十来天了，将近得15天了吧，半月了。你马上帮我撇了，来，给我。吃没吃饱？啊？没吃饱。吃的嗨不嗨？牛吗？再往前走，去买，再去买。不用，吃太多也不好。哎呀，咱在上面吃就好了，上上面去。我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这没上去啊，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8号出来的吧？我以为是怎样啊？他们信心我一点全了。你给我开始吧。11点了，能不困吗？来抱你们。他们应该不饿呀。
别让我抱，妈妈抱不动了。我抱也没事。多少钱一串？不知道啊，不是我买的呀。别害怕，有人，我先走，回头哈。嗯。啊。这是哪里？这是上海外滩南京路。这迷惑迷惑警惕性太高了啊！不，他之前是，竟然有点，之前不是受过伤吗？那点儿的，就是结痂了，结痂了他的毛。我明天再来吧，明天再到哪？再到这里。明天来不让上啊？哎，也不让上呀。对呀、啊。要么就像上次一样，在那个金陵东路就那个，那意思。你上次来的是金陵东路，知道吗？我上次来金陵东路是因为我把车停了地下车库，哎、我从地下车库上来的。回家了，回家吧，晚了。太热了。我也要去了。呀，枣子该能喝吗？不难受吗？哎，你说的是这周颖瑶带你那个啥吗？早点。在这等。现在助理还是可乐吗？这。他属于是前助理，前助理，前助理。嗯。咋了？咋？困了？啊。十一点了。真鬼，还挺省心。小孩也睡了。那走吧，那走吧。大人不去，小孩也睡。要不行，你在这边叫你我，你把钥匙给我，我领着你出去吧。走吧，走，一块回去吧，走。那时候有粉丝又来，让咱搁这等半小时。在哪里过来、啊？这是哪个粉丝？哪个粉丝啊？不知道。哪里过来、啊？你问一下那个主角。咱走吧，咱走吧，咱走。他哪里过来了？这大肉串多少钱一串？38一串。要不再要不，走吧走，回去回去吧，走。姑娘困了，走吧。回去啊。走吧，回去吧。不等人了，不等了，姑娘困了，困了啊。好饿，好饿。哎。什么？你别叫了。那个粉丝来的，我去狂吃了小他不就。嗯，那哪个粉十级粉丝团三八？十级粉丝团的三粉丝三八。那你们回去吧，你们回不？你们呢？啊？哪个粉丝？那哪里过来？谁呀、啊？谁来这家吗？谁啊？已经出门了，不行啊，孩子困了。那个，我跟张颖和那个谁，我爸先回去吧，张颖在这边。到哪儿呢？三姐在上海呢。走，咱先往回走吧，先往回走吧，走，把你牵着一个吧。哎呀，迷糊啊！你可别叫唤了啊！张瑞，你牵一个张瑞。啊！不行，孩子困了，家人们。哎呀，我孩子困了，孩子困了啊！老铁们，家人们啊，我没事儿，我在这待到后半夜没事儿，知道吗？哎。正开撩呢。你别叫唤了，迷糊。我能加你了，你通过一下联系方式。我那个手机坏了，
我那个手机坏了。那就别让来了吧。他是跟家们，你把这圈出来，你们把这圈出来，我看我跟他说一声。孩子困了，老铁们，我没事儿，知道吗？那个车呢，我咱这边地方停着，我还怕他们找不着，我得带他们回去。哎，谁？出发了。姐，你从哪儿来？来福，你从哪儿来？姐，从哪儿过来的？你过来，来，过来，来。姐，你从哪儿过来的？他说话了。虹口区，哎，虹口区离这远吗？虹口区，哎，李总来了吗？定位刚才，虹口区离这远吗？虹口区，虹口区啊，啊，虹口区啊，啊，虹口区在哪里啊？虹口区离这远吗？虹口哪里？啊，虹口区在哪？在上面。哦，连麦。喂。不远，开车半小时。喂。喂。哎，你好。哎，你好。哎，你们要开车来啊？啊，我带着，我刚回到家，看到你们这个直播，然后我就想要过去，一直联系不上你们。啊！我现在过来，我现在过来一会儿，我给你带点吃的，水果呀什么的，哎、因为我家里没什么东西。那个，那你们几个人啊？我现在一个人，我带着我们家狗狗。他说还有个人呢，是不是咱家粉丝？是还有个人吗？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人过来。啊，那你知道我现在在什么路？我也不知道啊。咱这个是、我现在在南京路，我南京路的那边有一条街，应该叫什么路？那边叫。你那个，你加我一下那个，我刚刚给你发电话了，然后你加我一下那个微信行吗？我那个手机坏了，我那个手机坏了。啊、对。那个你，我主要是想知道你们是大伙儿是在哪里，然后我去过去找你们没事。行，你加我了是吧？我想想办法。我刚才加对三万爸爸那个啊、对，然后我现在我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吧。哎，咱刚才在什么地方啊，李总？咱刚才在什么地方？汉口。虹口区对的那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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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可以让那个贝贝姐姐那个加我一下，可以吗？哎，姐，你看着那个华社大厦了吗？这个地方？他在哪里？他现 在你让贝贝姐姐跟我说一下，行吗？贝贝姐，他是你加的，他是你加的。啊，我跟他是，我也上海人。你家有联系方式吗？不是，干虹口怎么地吧？你家有联系方式吗？哎，贝贝佳佳，我奶奶是我了两铺饼干，我不是我替咱俩朋友挣的是老款了啊。你虹口区什么地方？啊，姐，你说，你跟他说。你虹口区什么地方？我奶奶一个杨氏铺路直接过来。哦，侬杨氏铺路的。哎，老近了、老近了，哎。侬杨氏，侬来杨氏铺路啊？侬在了啥地方？在了杨氏铺路了了。哎，侬加我一下微信好吧？侬刚刚先用，我晓得拿定位了啥地方。侬刚我下微信好吧。杨氏铺路哪能会得是虹口区了？杨氏铺路么是杨浦区了是？妈，我刚，因为我想我浦南不认得对吧？因为我浦不是那黄浦区一个隔壁头嘛。我刚杨浦浦伊拉不认得对吧？不晓得。那你跟他说你家。我不知道你还在那边。用你上海话说你家哈。
我包子好都不能好吧？放空了，咱回去还怎么那个啥了？哪能听不懂？哎，我包这手机号都不能，能有人帮我一下可？哦，哎，我马上到这个东大明路了。我马上到东大明路了。那李总，那你们也回去吧，我寻思把他们送回去呢。我给你们带点吃的。有上海能听懂吗？哎，侬讲我最近要在3601701一辆49。我在那个开车子，侬讲我一下好吧？我那个开车子。那咋办呢？哎，对呀，哎。小强，你过去吧。侬最近要在多少？不用咱爸在这儿。160。不用咱爸在这儿。160。160啊？哎。那我们先走了啊。哦，好的。好的。回去。哦，好的。明天打电话啊。好的，160啊。啊，到打电话啊。侬讲。1696。给我姐，我姐在那儿。行，没事。1696-0921。哦，可以。哎。186。哥们，我这。1696-0921，对吧？没，不是，再重新报一遍啊。1696-0921。哦，0921啊。对呀。哎，我这拿你们房车在哪里？我过去送给你们也可以。我就是想跟你们姐姐就好了。他嗯，你看可能我打过去。小朋友困了就不要太。你打过去。被他带那边待着了。嗯，你打过去。对，他看能不能打过去，他看能不能给打过去，姐。好啊，他是不是应该通过了？还是东北话好听，加密的啊，这通话模式加密的。你起来，过来。咱从哪儿来的？是这头吗？你走那边。啊？那边。啊，搿搭是四川中路，四川中路。哦。换了。狗渴了。是啊，一到车子停了。懂也别不说安全。有懂的吗？有懂的吗？哎呀，人家姑娘困了。这迷糊真是奇怪哈！哎，让别人牵着他就叫唤，那气人。啊？你在这儿，别人牵他就叫唤。啊？你在这儿，别人牵他就叫唤。我不在这，没事。的话，刚才我牵着他一点都不叫，一点事没有，一点事没有。他看不着你了，之后他我走哪他跟哪。咱跟着过去吧，要不咱都找不着地方，是不是？喵，老大，你老大多听话，你瞅老大多听话。老爷一下房车，迷糊就开始扒窗户看。刚才是吗？啊？一下房车就扒窗户。其实我能听懂一部分，啊，杨浦，啊，我能听懂一部分。迷糊对你最好，我对迷糊不好。我。啊！我对迷糊不好啊，家伙，我对迷糊好不好？我迷糊咋对你好不好？迷糊，行不行？迷糊。好不好，迷糊？
好不好？迷糊，迷糊老对你好不好？我对迷糊不也挺好的吗？哎呀，像这种地方来哈，真不能说带那么多狗来。好，家们，上这种地方来，又叫唤，又犯病，又犯病，迷糊是不是？迷糊一直看老爷，表示开心。又犯病，什么时候回家呀？家们，哎，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往家走。时时刻刻都在回家的路上，啊，家们，我们现在已经从三亚已经到上海了，从三亚已经到上海了，时时刻刻都是在回家的路上。你还说去北京？去北京也是路过呀，家们，咱也是路过。狗粮什么时候有活动？狗粮还没有什么大活动了，家们啊，狗粮没有什么大活动了。你什么地方啊？张哲是这里头吧？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啊。那就这里。是这里？嗯、我瞅是这里。没有什么大活动了，年底了，快递都涨价，乱七八糟的。啊，家们想买大米的话，可以买在咱这个精品这个礼盒，这个大米这个。啊，大米礼盒。我在，我工作行业，能不能回四六米的工资？78.8。一盒10斤，一盒10斤啊，家人们，东北10碗大米，稻花香啊，稻花香2号大米，老铁们啊，长粒的，焖米饭特别香，别到人少的地方去，不安全，这个地方没有人少的地方，我就这么跟你说，家人们，这个地方没有人少的地方，都是人多的地方，啊。哎呀，啥不安全的？我跟你说，这地方没啥不安全的，我觉着没有不安全的地方。啊，我跟我小舅子，我俩啊，你能有啥不安全的？咱俩倒也没有啥不安全的，啊，是不是？劫财也没有，就是劫财没有，有也不给，关键真没有啊。关键是真没有啊，家人们，应该是在那头。贝贝姐真好。丢了。啊？丢了。是这么努力，努力跟刚才我多点呗。丢了。姐，咱们是那边吧？还往那边走吧？你俩，我也没亏手机，我也没亏呀，我不好走，不好。十六过来。不好骑嘛，一直不好骑。快来，走。路过河北吗？想看狗。河北省肯定是路过呀。河北肯定路过。没有。但是我们也没打算在河北停，家人们啊，不打算停了。啊，因为已经出来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出来，不打算停了。嗯。明花，快来。听话啊！我已经通过下了。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这叫街什么街？江西中路。江西公路。是吧？江西公路。江西中路怎么说，姐？江西中路。江西公路。江西中路。江西中路。江西中路。这去哪？是去房车那地方，家们啊。江西中路。中路215号。哎呀。哎，我发现牵他们几个是真累呀！啊，牵他们几个真累。山西湖口瀑布哪天到黄河口啊？哎，黄河口也不去了，家人们啊，黄河口也不去了。
下回的吧，下回咱们把这些好的旅游景点，家们咱留给 Seven 吧，你们说行不行，家们啊？咱把好的这些旅游景点，姐是这条街，我感觉不对呢。我们这个一个做不定位，哪能搞不定？啊？我做这定位不一样，哪能搞？放在定位，怎么办？哦，这个十字路中间的，还往前走，还往前走，是吗？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找不到原先地方了呢？啊？对不对，大家们？咱把这个没去玩过的地方啊，咱留给 Seven 呢，是不是？老四啊，咱以后有的是机会去。啊，我开始就是有这一部分设想了，姐们啊，有这份想法，但是呢，家们，咱现在实力有限，时间有点紧迫，啊，有点紧迫了，家们，找不着车了，以后来五台山，五台山，哎，还有腐妞，对，还有腐妞，直奔回家的路了，想三文宝贝了，对呀，咱们该回家看狗蛋子了。我觉得肯定是走过了，不对，不是这儿，我也感觉不太对，能不能下一条街呀、啊，姐？不是，来过去。啊？还要过去？还要过去啊？你刚才没定定位了？你溜远点，溜远点，你溜远点。你刚才没定定位？不是我定的呀。我觉得咱刚才没走这条街吧，姐。咱刚才没走这条街呀。不对，不对，不是这条街。江西公路。迷糊，咱找不着家了。哎。你给李总打电话，你给李总打电话，李总。李总，你把手机拿来，给我姐打电话发位置得了呗。啊，你给你打电话吧，发位置。哎，姐，咱刚肯定没路过这条大街，汉口路。狗渴了。哎，姐，你回来不是这块儿，不对，这不对。咱刚才没走这儿吧？走这儿了，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是这儿。是这儿吗？走这儿了。嘿，我怎么感觉好像没走这儿？啊？我怎么感觉没走这儿呢？100%走这儿。走错了？没走错。没走错。10%是走这儿了。木讷。不是木讷，家人们，是脑瓜真笨的啊！家人们想买土豆粉的啊，土豆粉拍一发六袋，老铁们啊，拍一发六袋的土豆粉啊！想买土豆粉，好吗？可以拍点土豆粉子，六袋。城里的月光，我怎么感觉没走过呢？山东中路，哎，姐，刚才咱走山东中路了。山东中路，哎，姐，他啥时候能来？他在路上来，我说是杨浦区，他说杨浦路不是虹口区的。他我你说杨浦浦路，杨浦浦路，我说杨浦浦路不是虹口区。他刚才不是虹口区吗？他有多长时间能过来呀？他在路上吧。啊。我说杨浦路，杨浦路这是杨浦区。你看迷糊乐的，给迷糊乐坏了，迷糊，给迷糊蛋乐坏。哎，迷糊迷糊，来，给迷糊蛋乐坏了。你别乱跑，迷糊，别乱跑，迷糊，啊！你那车这辆车吗？啊，对对对对，对，我就停在太后面，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忘了，是，我到底停在太后面，还有点转向了，这是公安的车，你知道吗？有点转向了，姐啊，这块儿啊，没毛病啊，没毛病。我说你坐是公安的车，我说开过去看是公安的车，指着过来，哎，
这边晚上还不打烊不休息啊，他妈啊！还有开门的店，这不是没毛病啊？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谁呀？就是这条道，就这条道啊！一点毛没有，就这条道。终于找到车了，米花。刚才走的好像挺近的，现在走的远了。就是啊，感觉好好远呢。咱就在这儿吧，咱就在这儿等他吧。啊，就这儿，就这儿，就对。对吗？车在这儿停着呢，对。那同学发的给我。车在这停着呢。对。啊。发这个。哦，这可以了。你们出来的太晚了吧？哎呀，刚才到地方之后吧，孩子得到点儿了，得吃饭去，知道吧？啊。今天那个啥，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啊。正常的话，下午，你知道吗？啊，你看昨天晚上我开车，啊，开到杭州，我让我睡一觉，睡到早上八九点钟。正常的话，我从那个地方开车到那个，到那个上海的话，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就到了，知道不？家吗？两三个小时就到了。啊，但是万万没想到是咋家吗？高速公路上堵道，堵了，啊，堵了么好几公里。堵了好几公里，总堵了好几个小时，到上海的时候都已经五点多了，六点半了。六点半，你五点多打电话给我。啊？哎。使劲。哎，我就。张明，拿着。哎，姐，你是不是得回家了？啊，你着急不？没过，他叫我等他吧。我啊，没关系，我一个人也怕什么？我怕你，我一会儿给你送去，不送给你。我不要你送。啊？不要。拿点开水，我拿水。不要冷，不要。哎，你再等会儿，他能不能拴着？拴不住。来，我来牵。在这。我来牵。我牵吧。先生。我先给拿水去，这边亮堂，这边没有灯。啊，那没有灯，我先拿点水去啊。啊，不弄，小明，我别去。不然在高速过年了，我看是悬呢。哦，这也是停车场。对，停那儿了吗？我看悬呢。这个姐姐真好，肯定啊，贝贝姐好啊。喂。自从我们到这儿陪我们这一道了都。我看悬，要么是啊，今年得搁高速过年了。咱不行啊，我得听安排呀。没有没有，得听安排呀。明花。他说的是正经的上海话，说的是正经的上海话。以后不要叫了，以后我听听吧。这年前不一定啊，看看吧。要是再玩两天，估摸着可能是年前回不去了。玩不了，玩都。这两天直播有点少呢，白天怎么直播看不见你？因为我们白天根本就不直播，没有功夫直播，全都在赶路。一整个白天全都在赶路，我们就是什么时候到了才能直播。好了，米花，好了，听话啊，好，不叫啊，不叫，米花乖啊，米花，好，来了。嗯，我们这白天不直播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播。有时间肯定得播呀。来干嘛去？拿水去了。看我姐直播。我姐还得看孩子，还得陪我姐夫开车。好了，米花。好了。有纸吗？
好了，明儿，好了。哎，好困，我就进来。明儿哭了。明儿不可能哭，明儿没哭。明儿不可能哭。哎，姑娘，这红绿灯。但是我知道石榴拉了，我得给他整纸擦。我身上没有纸，我一会儿得拿纸擦去给他。扰民，这嘎好像是不是居民区啊？这应该不是居民区吧？没事吧？那呗，找姥爷呢。那就是看不着我姐夫了，一直搁这坐着，就坐着看。然后这时候吧，我就能把老大牵走了。是吹动了吧？迷糊不行，迷糊还得再等一会儿。如果要再过一会儿还看不着我姐夫，我就可以牵他，我就可以牵迷糊走了。来了，拿纸了吗，姐夫？拿纸了吗？拉了。石榴。石榴这不到家门口不拉屎。是。都渴了，溜达半天了，能不渴吗？都渴干碗了都。他们头先吃的串儿，然后喂点水，可挺长时间。喝完了吗？没喝了呢？不喝了？不喝了。自己不知道停在哪里，现在哪里在这冻着。哎呀妈，给我烫完了，我操！咋了？干啥烫的？那不开车上不开暖气了吗？啊，那底下那玩意给我烫的呗，烫完了我一下。开五档。可坏了，狗绳、嘴套、塑料袋，出门必备。哎，咱说你，哎，张瑞，咱说你自己牵着三条狗上外滩，你能去吗？啊，牵三个狗，啊，能去吗？应该能吧。能去啊？应该吧。就这样式的，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牵。小迷糊能不能不叫唤了你啊？我就在你跟前，你叫唤什么玩意儿？把嘴给我闭上！你要是不在的话，我应该能。但是你要在，肯定不行。这谁吐了？你咋这样式儿？那我发现老大喝水喝的，没事。好久不看不见小狗崽了。吓我一跳！尿了尿了！操你哥，能不能不叫唤了啊？能不能不叫了？我发现你这小迷糊，你能不能老爷省点心？操你个，能不能？什么玩意儿？能不能不叫唤啊？啊，迷糊啊？啊？你大晚上你在这么扰民，迷糊啊？你省点心吧，行不行？迷糊他妈这狗蛋怎么气得鼓鼓的？你看，哎，你看，小迷糊，你看，你嘴，你嘴巴子，
你看，你看，气成蛤蟆了。行啊，气成蛤蟆了。你又太激动了，再去两年就得吃上河豚，到时候肚子开始鼓了。你取水没带它，鼓鼓的啊？贝贝姐，等到谁去了？哎呀，咱家粉丝一来吧，就给带可多东西了。这个带可多东西呢，有时候吧，有粉丝想来看的话，都一般都不让来，因为一来吧，肯定带东西。啊，在牡丹江也是，人粉丝过来的话，带他妈一大堆东西，带礼，人不是说带俩人就拉倒了，这个那乱七八糟都有，特意给买的。那故意带那么多东西，看那狗破费了，花多少钱花，是不是？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一会儿看谁来了，你们有没有认识的啊？咱们一会儿看谁来啊？东北黑木耳，家人们马上过年了啊！粉丝的一片心意，关键是吧，家人们，我都不敢，我不好意思见粉丝，好像是咱故意让粉丝给买东西一样。你像贝贝姐了，你们，就贝贝姐，我都不好意思找她，她一来就给咱狗蛋子买这买那的，还给发红包，还得在直播间刷礼物。每次来吧，家人们啊，你说你不告诉人吧，会不好的。你要告诉她吧，啊，你别管几点打电话都有时间。贝贝姐是不管是你几点打电话都有时间。知道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半夜12点了，家贝贝姐还一直跟着咱们呢，啊？就是啥时候打电话都有时间，知道吧？一来就给礼物，我都不好意思找了，兄弟们，不好意思让麻烦人家，知道吧？好像咱管人要东西似的，其实没有那个意思，知道吧？啊。人家，但是人贝贝姐就目的很单纯，过来就是想稀罕狗蛋子，就稀罕迷糊老大，过来就亲，哎，你们小舅子一进屋就开始亲，是不是？一进屋开始撸，那给迷糊撸的，躺地下撸，啊，毛好像撸掉了，给老四包红包了，这回给迷糊蛋子包红包，给老大包红包，给小石头包红包，还给俺家姑娘包红包。对呀，贝贝姐热心肠，又去接粉丝去了。你看，又接粉丝去了。老大今天来。名副其实的家人呢，真的。人家啥也不为，就为了看小狗，啊，就为了看看狗，看看小迷糊，看老大。啊，那贝贝姐特意说，我说姐，你最喜欢哪只小狗？我说姐，你是不是最喜欢老四啊？他说最喜欢，他说可不会最喜欢老四，但是他说他开始的最喜欢 Seven， 知道吗？那老四也有意思，小迷糊也有意思，啊，那我说下回带 Seven 来一定要找你玩，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敢说这句话，一说这句话好像是管人要钱似的，老铁们真的，啊，我说下回的吧，下回带 Seven 一定要来，啊。送贝贝姐抚牛宝宝，我想送她一个呢，她不要，她说她那个啥，她说她那个年龄不允许了，知道吧？她怕她自己身体哪天不好了，就没人照顾她了。她这么寻思的，她也想养狗，她以前也养过，养的可仔细了，啊，她说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怕哪天身体不好了，家人们这小狗自己照顾不了，啊，狗子就遭罪，她这么寻思的。没有不稀罕 Seven 的。你石榴你冷吗？石榴遮上的呢。彩石榴能看东方明珠吗？看不着吗？能看着吗？看不着，能看着，其实能看见。石榴遮上的。是吗？这地方多暖和啊！看不到。啊？石榴可不能动。这么在东北都不嘚瑟，在三亚的那哪儿？哎。你看嘚瑟呢。来这儿嘚瑟了。来这儿嘚瑟了。这才是真爱狗。木耳啊，家人们啊，想买黑木耳的好朋友们，
啊，23.9元180克，55一斤，55一斤啊，家人们啊。阿姐吧，搁这都是今天新木耳，能看着吗？他就那个灯挡住了，我知道，是吧？有这新的人呐。这在上海呢，家人们。哎，你说这个光线真好哈、啊，这个过在这个光线照出来，老大和照出来小明都好看。下回来上海这地方，家人们，咱可得，猕猴蛋子，我和你啥时候领证啊？这元宝姐又和小猕猴蛋子领证，元宝姐想和猕猴蛋子领证，也不知道小舅子同不同意。我小舅子想跟猕猴蛋领证，啊，我小舅子反正最喜欢猕猴蛋子，啊。我说你呀，最喜欢猕猴蛋子。都喜欢。他要干啥呀？不会是这个姐吧？啊？哎呀，姐，你好。这也是个上海本地人呢。啊，家人们，大奔驰啊。啊？这晚上这么晚了，下车过来啊，姐。是啊。哎呀，是你们的。不能叫了，不能叫了，啊！我看你家这个，不能叫唤，迷惑你，别叫唤，行不行？你别叫唤，你闭嘴，迷惑，你看看你都。送个名，送个好了，韩文，你送，行，你送，我去，你送个名，送个名，送。不叫了，好好好，送个名。因为我一直在你直播间里看，送个名，好了，送个就好了，送个就不叫唤了，别到时候扰民。这玩意儿有没有人住啊？这块儿？人家狗狗吓得心跳。这没人捡，你家狗是公的母的？叫公的。没事，你放着没事，害怕。迷糊不要叫了，迷糊不要叫了，叫了就算了。不会错了，贝贝佳佳好。迷糊好了啊，迷糊行了，坐下。了已经听成啥样了？没事，好了，行了。不能咬，他就闻，他就闻呢，闻一闻就好了。熟悉味儿就好了。它是领养的狗狗，所以胆子不大。熟悉味儿就好了，熟悉行了，不认识哈。对，老大。小迷糊，行了，那么你俩本是同根生，你看看，你俩都属同。小迷糊，那么你，小迷糊，你们俩同属泰迪的，你都是泰迪，你别泰迪难为泰迪了，行不行？啊？奶奶好漂亮哦！别，都是小泰迪，不要。是不是不要互相难为彼此啊？你看他，啊，躲成什么样了？你看他，你行了啊？弄好，你好啊！我在家里面，因为我刚回到家，然后我就看到你直播来了，然后呢，我就给你加那个私信和那个微信啊，你们都回不了我，我没办法联系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去哪儿。我知道。我这跟不了你们。刚才跟我说来着，嗯，我这个手机前两天不上三亚玩去了吗？进水了，这手机开不开机了。贝贝姐今天跟我联系的时候也是，我这手机一开机就关机，开机可能一分钟就，对。坏了，然后啊？待几天啊？我明天走了，明天走。迷糊是个半拉太极，他不能咬，他不能。你能不能闭嘴？你闭嘴。闭嘴！老大真漂亮啊，老大！你干啥呀，迷糊啊？他当了两回妈妈，是不是？对，当了两回。你这么大狗了，你看你总吓唬人，你干什么玩意儿？那弟弟还是妹妹？那他是跟你同种的耶，哥。哎，他几岁了？你家那个姐弟几岁了？应该是5岁。5岁了。对。迷糊人比你大，你看看。你大。人比你大，你还欺负人家呢？你。妈，我哥大。你
行了行了，闭嘴，别吵吵了，行，我知道你厉害。他仗着那个他的马子大，然后就骑骑不晓得，就不是，这叫狗仗人势。闭嘴，闭嘴啊！你看把你小心我削你迷糊啊！你看给吓的，你看给吓的迷糊。吓鸽子了刚才。哎呦呦，小呀，也没凶啊，不是，伊胆子小，你胆子小对吧？领养的，是不领养的，啊，哎，我猜他领养他一年多，啊，看你们家已经是从你家那个这个，他这几个小狗全是我从小养大的，在妈妈那时候还是在孩子做护士的时候还没。还没那个辞职的时候啊啊，就看到现在了，是吗？你看我是十级了，十级，对，我看是十级，十级了，对，一直是看着你。他这个级别一开始都没有级别，要是从那个时候看的话，那个时候如果级别的话，现在都得挺高了，都已经一个顶顶顶的好高了，一七八年的，以前没有的，以前没有是吗？以前没有，没几年了，这没有的。没事，你是一点不热情，俺家谁最热情？老四挺热情的。你问姐，老四是不是老实？我家里来不及给你们买东西，我不知道你们。你不用买东西，姐。我知道你们昨天是在哪里，杭州那个哪里吧？还是昨天？跟着你们这个路线在晚上在那，没想到你们这么快来上海了。昨天你还在杭州呢？我家不是，我说你们。啊，你们不是啊啊，对对，我给你家里带点现成的那些水果。哎，行，那行，你车在哪里？我车在里头呢，在里头。哎，没事没事，七拼八凑的凑点东西给你们在路上。哎，不，我就拿水果就行，姐，我就拿水果就行，就这水果就挺好，这水果就挺好，这水果就行，你拿这水果吧，姐，不要。你家那个小女儿那个啊，瑶瑶哈啊，她姐别不拿，别你别不拿了，你家是不是有孩子？你给孩子，我们孩子啊，我们你就别不拿了，姐，不用这个都给你们拿了。哎，姐别不拿了，里面是。来不及买现成，买那个什么都是拿现成的哈。还要不要水？哎呦，我这不好意思，你看每次那来人就给要买东西了，不用，姐，这个你拿着吧，你拿着吧，真是不是我怕你们在路上买东西不方便啊。嗯，那不好意思，拿着吧，粉丝，咱家姐，哎，是一大家子吃这个，那一路上那个东西会很多的呀。不够吗？对呀，这走到哪都是，走到哪都是，大家伙都想看看。这个水带着吧。不带了，姐，有车，车上有，车里都有水。那孩子睡觉了。如果刚才在那会儿，我寻思，已经看到你家那女儿说：“妈妈，我困了。”在外头，我没办法联系不上你们。啊。我寻思拉倒吧，我其实我没事儿。就睡了，他睡觉没知道。好了吧，现在好了吧，现在是不是？睡了。啊。这叫什么名？你家这是？然后后来我一进家门的时候看到是你们是给那个警察是吧？啊，不是啊，对对对，是吧？那边不能走，不能走。我老四来的时候走，我们家狗狗上海好多地方，我们家狗都不给进，是吗？还跟那些保安还跟他们那个，不是，他们要抱着上去，这个都可以抱，这个抱不动呀，他给抱着很抱，还能抱着。我想起来了，贝贝姐，老四那回不也抱了吗？老师好像这个人人逛，我跟你没管的那么紧。我跟你说，啊、我有辆狗车，你不是也上去了吗？我有辆狗车，啊，都不给推的。狗车不给推？对，就狗在车里不行。对，都不行。在上边。虎口滨江那边都不行。啊，对，正常话应该可以。那个大概要不是过年了，大概管得紧的，没顾你的。可能就是因为过年了的事儿。我打弄武器好。我上来打老。好，迷糊，就你我得非得把你这个嘴给你缝上。迷糊其实很聪明。他总是每次都。就你开头，他就他开头，你别叫唤了，家你也叫。我还说带我们家丹丹过来跟几个小哥哥姐姐的，可能也是弟弟妹妹的。你是老大。对，老大几岁了？老大是五岁了，五岁多了，五岁多了。小明又四岁了，他生的呢，对，他是估计的。他有什么？他脾气好吗？他脾气，他很怕，胆子很小的。他以前被遗弃的。老大今年要六岁了。嗯，大狗咬。他以前被老大。嗯，老大现在五岁半了。一八年生的吧？对呀。今年。一八年5月29号。5月29号。5月29号要六岁。嗯，是吧？他其实很粘人的。小泰迪都粘人，你小石榴不也粘人吗？小石榴，你抱他一回，他下午还让你抱。对，
我跟他说，我说我带你出去玩，他就是一直很兴奋。他一开始我抱着他看你们直播，啊，就想我想今天晚上如果联系不上你们就那个什么。还好粉丝都在那里说@我啊，是是，我知道，我过来我看着了。粉丝都说是我就当时我姐夫不录视频的话，我看了，所以粉丝要过来。对对对。跟粉丝合个影吧，那跟老大咱合个影吧，是不是？那这合影在哪照？在哪个地方好一点？啊？啊啊，哪个地方好点？哥哥姐姐还是弟弟妹妹的？好不好？黄埔市健身中心。今天晚上就住这儿，然后明天就走了。对，我一会儿就开车就走。一会儿就走。对，我在这个地方不在这停车，就怎么的？这地方不行啊。这地方不行。啊！我看你每天都是半夜还在那动呢。对，我半夜开车，白天不爱开，白天开车犯困。哦，对，我半夜开车，对，白天困。对，白天太累了，白天在一个白天。不是你我习惯晚上了，我习惯晚上。我不放心他们开，他们开我睡不着觉。他们开的话。昨晚看你说吃黄瓜。啊，对。那天敏敏姐给买一大堆黄瓜，但我说我开车就得。百公里油耗两根黄瓜吗？对对对。啊，就吃点东西，就清醒。对，清醒是那个清醒，不然高速堵车。嗯、对呀、啊，白天高速也堵车，晚上车也少，晚上车也少。那你今天晚上去哪里呢？啊？去哪里呢？晚上我先往北面开呗。过了。啊，我寻思今天明天我来这个外滩这个再玩嘛，那狗都不让进，它不让进。我知道你看看普通你说没有往里先不太限制的啊，我就想带你们，就是因为我那个我上班现在那个陆家嘴那边、啊、然后呢从那边看浦西也蛮好看的啊，而且是江边有段有些地方，我下回带三文来吧，他下回带三文来吧，这狗太多了走不了。你这个带一个，对，一个还行。还有上海我跟你说有好多公园哈，他是带一个还不行，像上次老师带一个也不行。哎呀，你是你能别叫唤那迷糊啊？主要他们体型比较大啊，体型比较大。你看看你小。上次老师也就上次老师老大是这个个头，真是比他妈大多了。老大跟脾气咋这样似的呢？你现在？但是老大是最乖的，他从来不咬。对，我知道这个，我对他们都知道。老大和小时候都听话，在家里就是他惹事儿。不咬人吧？谁？他不咬人。他不咬人是不咬人，不咬。现在给人一种感觉，小猕猴大的不咬人的膈应人。对，膈应人。不咬不咬。更多的是他不咬 Seven 呀。Seven 在外面也不叫唤。不叫。对，但是他在家里是什么呢？在家里头，他想要什么东西，他够不着了或者吃不着了，他想要东西的时候他叫，其他时候他不叫。老四是马子是真大呀，啊不是那个老大个头真大呀，老大个头大，但老四比他要大，老四没他大，老四骨架子大，我看他们坐一块儿，坐一块儿比他大，高矮没他大，老四比他宽，但是没他长，对，老四宽，老你看老四脑袋比他大多了，嘴巴也比他宽，那老四的大嘴巴子这么宽。镜头里面的啊，老大头里面看，你从镜头里看，你能闭嘴不？老大其实挺胖的啊。啊？小，你别这么膈应人行不行？啊？啊？别！你能闭嘴不？能闭嘴？能不能闭嘴？明儿你能闭嘴不？大晚上的干啥呀？你这是？啊？看我家这个丹丹的那个心跳一直好快，他叫啥？丹丹。给他那个。行了，不行。石亮。不行。石亮。不能叫。他是看到人，他是想提醒你。没有啊，没用的，他你放手就叫了，不要不用你了，没你了。警惕性还没有石头高，石头警惕性最高。是因为。你看你这么闲不住，这小迷糊这么欠。你这现熟似的迷糊啊！他在车里叫，车里不叫。不叫，他不叫。不叫。他就看着陌生人，他就叫唤。他胆子小吗？不是，胆大不会叫。你胆小呀？哎呀，真是人才呀！小迷糊，你真是狗才呀你！小迷糊，别叫了，别叫了啊！别叫了啊！他以前别叫了，不叫不叫啊！就是啊，不叫。
叫一下，然后可以甩人家下。不叫了，不叫了。摸摸你行不行？不能咬我吧？哎，丹丹，没事。哎，握个手手，握手吧，握手吧。没事，我总被狗咬。握手手，握手吧。这个手会握吗？哎，握手。他什么？丹丹。蛋蛋，蛋蛋啊，蛋蛋，蛋蛋啊，对对，刚还在跟他握手的，抱着他，他就一直想跟我握手，一直想跟我抱着，能行，应该没问题。他属于小体的哈，哎，标准。哎，我感觉他跟小石，你看那个脸，那个眼神，他跟小石差不多。嗯，他这个心跳，他这心跳嘣嘣嘣的。他小一点，你看他，你瞅谁小？小石小，他小，他小。对啊，好漂亮的小泰迪，比石榴还小。哟，在抖，他在抖，他发抖了，他在抖，发抖了。小石榴也抖，今天。其实他不是冷，他不是冷，他冷吗？那不是冷的意思，我感觉。他还穿衣服呢。你们家那时候就是 seven 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了。然后小迷糊他一直抖，都抖哈。他应该是紧张。是，哎呦，他刚生，当时生下来的时候，你那时候非常的这种迷惑。就是我怎么能够生出来的？当时我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啊。这个我都经历过了。当时真不知道，知道都不能给他断尾。后期老第二窝生出来我才知道。是有带点卷毛的吗？对对，没，他们都不卷，他们就长大之后卷的。有一点哈，你说。他们不卷。是吗？小泰迪出生都不卷，他是后来卷的，但他始终就不卷。他是个泰迪，我也是啊，他是个拉布拉多，咱不知道。但他是混的，是串串的，颜色是串的那个特别，但他就是拉布拉多。不，没想到啊。那个脸，拉布拉多还是有点。我当时想让小石头生来着，但是我都给他找好了，找这灰色泰迪。你想让他跟泰迪？你看谁老实，姐？你看谁老实？是不是就那俩老师？这俩这个是不老实吧？这个不老实，这个像苍天猴似的。最老实的是谁啊？哎，其实那个谁，你他能不能不叫唤？能不能不叫唤？石榴不是啊？石榴不是串，你认识人家呀？啊？你认识人家吗？你就哈呜嗷的，好好的喊叫的。人家给你偷走怎么办？你们走之前不是还给你做了美容什么的吗？给小石榴。做货第一天来吃了一个盐，对呀，这叫唤，你看他这叫唤，人一会儿给你没收了，行吧行吧，啊，我们车在那儿，我拿行李箱，亮灯的那个，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没想到今天能过来，也是缘分。我上次来了，带老四来，你知道吗？不知道。坏了吗？没有。你看看你，给人吓一跳。他容易那个病毒脱位。他容易病毒脱位，就是这种小狗，这种泰迪这种小狗，容易病毒脱位。这么气人，而且他心脏也不太好。哎呦呦！小石榴也这样似的。他后腿不行，前腿行。哎，他是不是有的时候走道的时候就愿意低着脚走？现在没有。我去查过的。哎，查。但他走路呢？走路有没有？就是走的时候就一单着走，你看一跳一跳的没有？他有的时候是吧？但是。行了，我靠你！能不叫唤了迷糊，你这样式的呢？你大半夜的。小狗，你们家那个石榴也得要地方的吧？他现在就这样式，你问他，有的时候他就愿意低着腿走。那就是病骨头。我查了，我拍片子啥的，我都拍了啥事儿啥。之后他后腿不动，就是前腿。对那就是有点病骨头。然后他有的时候后腿不动，就刚出生的时候就前腿搁那那啥固定。我给拍片子拍了找好几个地方，没毛病，没有问题。人家给摸了，找人，我家邻居有个就是当兽医的，给他摸骨头来着，也没啥事，拍片也没事。但他有的时候他愿单腿这样跳，人家说泰迪就有的时候就愿那么跑，就愿那样似的，可能是基因是怎么事。基本上我不让他上床或者上山。你知道那个泰迪他用屁股走吗？用屁股搁、啊那个、地上磨的那个，他有的时候愿这样。那你怎么？你现在你是、啊、你是醒着的是什么时候啊？啥？你呀、啊，作为司机来说啊。我呀，一天24小时只有20个小时在醒。啊，一天，我现在我这么一折
折腾，你晚上一折腾，你还能有。我一天，我就早上晚上下播之后睡早上睡了五点多钟就不睡了。你别叫了，迷糊。这还好，这样还好。我睡四五个小时，白天有的时候睡一会儿，白天有时候睡一会儿。我有点不敢碰它。没事，你摸它没事，它就咬我，谁也不咬。啊，它不咬人啊。对，它不咬人。他不咬，没事，你摸的没事儿，你咋摸的没事儿，你摸吧。哎，长得像，你瞅着挺厉害的。别说他长得就是像男孩。你看他瞅着挺厉害的。摸他没事，你没事，你摸他。骨架子就像男孩。不是叫你，他叫别人了。这老大，你这一般来说是你。哎，梅花漂亮哈，谁想到老大这么漂亮？那是谁？你瞅清了你再叫。他你都敢叫？他是什么人？他你都敢叫了？那姥姥。姥姥，啊，是他你都敢叫？他是姥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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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他妈自己人。你好，我们家小狗不敢。我爸喜欢，我爸可喜欢小泰迪了。是啊，不敢接触你们家这个几个大的，我害怕。刚抖的厉害。哎，睡了哈。这哎。干去了？那你拿一根得了呗。不说。胆子怕，害怕了。他应该不怕我，来，咱俩握手来，咱握手是不是？握手。你没睡呀？他应该不能怕我。我以为你们都睡了呢。你现在孩子现在就能摸迷糊，是吧？迷糊不会咬，他不肯定不带咬人的，他100%不带咬人的，他不咬。哎呀，哎，你咋摸都不咬，让你抱。啊，他就跳下来就是。哎，你说小迷糊怎么出来一趟呢？脾气倒不好呢。这个体格也有40多斤了。啊，有了，40多斤，有了。急躁，他老着急。那急啥么玩意儿？你这脾气，你这脾气，你急啥呀？迷糊。你看怎么摸？挺好的，人贝贝姐摸半天你也不叫唤。他这看人。刚才抱了。啊，抱都没事儿。没事。你滚！我不抱你。要抱抱。你可事儿可真多，你还得让人抱。我抱得来，我来抱。来，你别抱他，太沉了，40斤呢。还可以，40多应该。还可以，我不能抱。老大应该有。你看，贝贝姐，这还可以，身体还行哈。啊，70多，不重。嗯，虎妞是最沉的。之前抱一回虎妞，给我我我抱虎妞闪过两回腰，他抱虎妞闪过一回腰。我们家跟他怀孕的时候吗？不是，没怀孕的时候。就沉。他没怀孕都已经快100斤了。我家以前那个比格犬也是，我发现你们东北的这个狗长得胖，就是主人哈，这个狗狗家里的狗狗都特别的大，狗特别大，比南方的还是要大。对，俺家狗一天吃两顿饭。那个狗粮他给。不是狗粮，全国都能买得到，但是是不是你们有时候给他买吃馒头这种？不吃，不吃，不吃的，面食，不爱吃馒头，不爱吃肉，那就是狗粮，鸡胸肉，就是罐头，对，就鸡胸肉，多吃鸡胸肉。你像。啊，行，那个最早的那个妞妞啊，你看老大，妞妞他家妞妞欢欢，我知道，也是的，那样的体格好大，他是不是累了？金毛狗本身就长得大，金毛，他要不妞妞，要不金毛吗？他是骑那个谁啊，那个他家那个金毛就是已经也蛮那个什么了。哦，我知道那个是吧，哈士奇。哦，我知道，就是那叫啥来着，名字叫。哦，我知道他那个朵肉吧，什么那个名字叫 Dollar。 对，我知道，但他那个几个哈士奇我忘了。那个他这个好像有生病了，他那个狗是吧，金毛太容易得肿瘤了。也是肿瘤，是吧？肿瘤，你看网上好多那个金毛都得肿瘤，跟吃的问题。好多。不是，它是就是像每一个品种的狗狗，它都会有它的基因的问题。它还一个长出来就没多少时间就走了。其实我觉着吧，我觉着这个，尤其是家里城又是城里的养那个金毛的，大毛就是吧，查出来没多少，就是大毛也是在哈尔滨，咱家80斤，我抱老费劲了。还有一个豆豆，我觉着就是缺乏运动。啊，他们跑了比你们家狗还有那个什么，我们家这狗它一天在外面能跑四五个小时呢。我们没开的，他们呢老大是累了，他们呢像豆豆家呢，他整天在就是累狗，就是派在外面跑了什么。豆豆他也生病了呗，豆豆走了，哎呀，也查出来对吧，这一点两个月就走了。他应该是金毛的事儿，他是金毛品种的事儿。不是，他是查出来什么毛病，就查出来就走，全都是肿瘤，查出来没多少时间全都是肿瘤。
骨病呗，骨瘤，骨是不是骨上骨头上长的是吧？哎，这些各种各样的种，就像大毛一样，大毛就是骨癌一样。他们吃的狗粮有问题，他们吃的狗粮有问题，不是狗粮问题，可能跟、这个、你要得这个病，得这病的金毛多一点是吧？你看那个、金毛体质就是你看那个大毛后来坐轮椅了什么了，不退出去嘛，都坐轮椅了。金毛都容易得癌症，还在抖呢，心脏上。到了是癌症，我家也是金毛，十岁的就没有骨头。他今天其实他吐了，其实我本来不想带他出来，但是我想着看到你们家狗狗，我想一块儿来见个面。他有养肉吗？啊？这有没有养肉？基本上没有。他非常的内向的一个。他叫唤吗？他这个还是会有一点害怕，他有害怕的时候就会有一点。你碰了刚才？他有养肉。他害怕了就会叫。他平常不叫，在家一般不叫，他就是害怕。在哪合影啊？在粉丝专页合个影。你看，拍照。你看，合影，合影。一直在直播。啊。合影，我看找个地方，好地方啊。啊。啊。这坐边就这台车好看，啊，这以车为背景吗？挺好。奔驰呗。嗯。奔驰车挺好。这是个电车啊，来，在这吧，老大过来，老大来，老大来，老大啊！你看我让他们，我让他们坐好了就好了，他们要。什么走了？母狼走了，马上走了。啊！他看你站个口，来，这样的，这样的。来，你拿手机，拿着。我也有一个，你先帮我拍一下这个。我说话好乱，不好意思哈。没事。我从家里那个。你们的眼睛看有点怕气了。对。这两天是真冷。还可以，这样上海冷了。之前都没有吧？还可以，他现在就这样。上海就是冷了，让你们冻。你先帮我拍一下。好。你站中间的。那我坐这吧，来，这蹲下来吧，好，这挺好。来啊！一块来。啊，石头在中间来。完了，我先看，横着还是竖着拍？嘿。拍一下。竖着拍，横着拍都竖着拍一下。啊，你叫老大一声，叫老大一声。老大，来，老大，老大，看，走了，老大，老大，好，谢谢，非常完美，谢，非常完美。老大是玩累了。要不他不一样，他走累了。这大狗最容易累，正常的话，老大不可能说往那一趴。他早就睡觉了，现在怎么手机天亮了已经？现在十二点了。啊，不睡觉了？不睡觉，我正常我这点下播的时候吧，就现在几点了？十二点了吧？你们在海南都是通宵的，基本上我感觉。那是我东哥他们吗？不是通宵。不是你们在海南那儿玩的时候都是通宵，包括在凤凰城那里看山后啊，那玩那天玩的很猛。对。正常的话，我这个点刚下播，正要带狗在溜达玩呢，遛狗呢。我这个点，他今天他走了多少路呢？就从这走到外滩呗。然后今天在外面就离拉拉的溜着好几回，比在家里累。跑一跑，在草地上跑一跑，服务区上遛好了就回家就躺着了。对，就躺着。你看老大，你看渴望的眼神，想带他回去休息了，是不是？迷糊是户主，挺可爱的，小迷糊。小明护的又太严重了。他明天要给你寻寻你爸，他跟他爸完全是俩性格。他随 Simon， 他没法，他像他随像 Simon。米薇姐也说他像 Simon。他随 Simon， 是不是？对，长得也像 Simon， 是不是？长得像 Simon， 颜色就是不像。所以我跟你说，他的颜色要是白色的，要是白色就好。对，跟 Simon 的一模一样。真的假的？跟三万里一模一样，他就颜色。性格最稳定。老二等很久了。对，老大性格稳定。其实十六也稳定。牛蛋。十六。哎呀，手机马上关机了啊，家们啊，1%的电了。1%电了。说实话，十六他还行，这么胆小吗？
对，胆小，迷糊随奶奶。老铁都知道。迷糊，走，回家明天啊！你看你迷糊，你看你迷糊，你看迷糊，明天回家了啊！回家了啊！迷糊，你看我说，你看我，迷糊，明天回家，迷糊啊，回家。他知道了，他知道咋回事儿，回家快点，快点，快回家。你说出来玩的话，狗狗其实在哪玩都一样。你看我带它出来，你又带了一圈，走了一圈，我感觉狗在哪都一样。都一样，它也不看景啊。你家门口就也是这样。对，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对呀、啊。它在这里也是这样。在干啥去了？哎呀，老爷就想带你们多出来溜达溜达啊。其实吧，我就是带他们几个出来溜达，再合个影，留个念，是不是？算来过了。对呀、啊，算来过了，溜溜达。小迷糊，明天回家了，迷糊啊，回家。一说回家就着急。等一下，那个二迷糊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基本上。那是他亲妹妹。嗯。你帮我姐夫牵一下吧。都聪明。有点太冷。都聪明。冷啊。你也冷哈。鼻子给我冻凉了，感觉这边比东北还冷。你穿线裤呗。那得了，那给你都灰了。你穿线裤能不冷吗？阿拉能叫阿拉到东北去，阿拉不能去。对对，啊对啊，我们这也是冻死了。我以前去过呀，零下20-30度的时候，我感觉这比东北都冷。对的。那个，头发上面都已经结霜了，结冰了都。嗯。但实在撑不住。你这啥？这儿的冷是湿的，湿气比较。湿冷。对。湿冷湿气。他们那边是干冷。你稍微穿点，稍微，你在东北稍微穿点贴身的衣服就不冷了。上海呢，我像我们这家24小时开空调的，不慌的。嗯。啊。一个冬天，像天热也是的，24小时。它冷也冷不了多长时间，一个月呗就。哎呦，不知道。今年的冷。我们11月份就开始开空调。冷两回。的时候，现在今天是零下。这回算一回呗。上礼拜刚刚热了一点，然后现在又跌下来。像我们现在对吧，都是开空调，就是不关的，空调不关的。哎，我寻思你们这地方这么冷，没有，都没有零，没有负10号柴油都。没空调不好过日子，都开空调，就是开24小时。呵，咱上回最后一个有负10号柴油的地方是南京。对，那南京。南京那儿。对。终于慢慢冷了。这个奔现了。啊。看了他这么多年了都，太险了哈！这俺三出来一趟，那时候，俺哪走到哪都有人过来看三。那时候我自己，哎呀，我这直播就不能看电，看别的，看别的就不能直播。哎，对，那一样。你看，就像刚才姐想跟咱们联系的话，我身边没有别人，就联系不上，哈、哈、嗯，也想过来看的。那个群里面的老铁们，那个。就是把我艾特出来，然后我说你们帮我看着点，他们会不会走啦？然后去哪儿了？我说好的。看着了，我看着了，我就跟我姐夫说了。我们本来行，在那儿等着呢。下回带Simon来的，下回带Simon来的。这Simon就是最网红的了，最这个资格最老的了。我也好长时间没带Simon出来玩了。Simon 叫的工程吧。不过我听你说。哎呀，上海就是我就是带狗来呀。他说你都来了3回了都。对呀、啊，我来3回了，我每回都带狗来。对呀、啊，那你下次还来？我上海其实说实在的，很多地方确实不是很友好，就狗啊，哎，对对，狗不是。但我都没溜达过。因为它就是城里，你说你去到郊区那随便哪里都哎不管是都不管到郊区那里都不管地方。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咋了？他进去啊？这应该要走的，啊？你们回去吧。行，那你再回去吧，姐，你再回去吧。没事。嗯。哎，你但是贝贝姐有那啥，回头。加了微信。啊，行。嗯。你到时候推给我呗。对，你退了，因为我那手机坏了，你帮我推给他。他的微信给我吧。对。你会推不？我领一下，姐夫。啊，领一下。行，走。他太累了。叔叔，你们不睡，现在不睡。你加我一下，姐，我用你手机，你加我一下就行。记住。就下回来了，下回带三文来的话，等咱们有空的话，咱过快看三文。不叫。我。
你们来上海，我是肯定能够来那个带你们去狗能去的地方。哎，姐姐，你是全靠英文呢？就那是以前用的。嗯。啊，你这很有缘。哎。